你冇法子救賭場賭嘅，因為我哋係抽水噶嘛。我咧個輸字啊，都好少肯接受。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，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。韩新出生于香港显赫有名的河东家族，是河东细佬何福的孙。韩新在家排行第九，他爸爸何世光是商人，但后来因为投资失误而破产。韩新亦都因为这样一夜之间由阔少变成穷小子。一到十三岁知道个家庭破落，老豆都要走佬了，哇咦，不是小事，老母就喊哭。喊晒话喂，我冇钱支持你读书喎，除非你攞到个奖学金啊！当年佢正喺香港黄仁书院就读，佢醒觉只有读书先可以扭转自己嘅命运。佢凭住努力成功升读香港大学，修读理科，但又因为战乱而要中途辍学，走难去到澳门。喺大学读到第三年咧，就日本又嚟侵略香港啦，咁啊变咗冇书读啦。亦喺香港，我又打過十幾日仗，好危險嘅。比如俾佢一知道咧，就拉去赤柱坐監啊。咁故此我咧就用一個難民嘅身份咧，就去咗澳門。佢冇埋怨自己有過呢一段困難嘅過去，反而覺得挑戰就係自勝之道。即係如果我一路有錢落去嘅咧，我睇未必啊，我今日會能夠喺澳門咁成功。因为的确自己穷困啊，斗领都冇，得个十蚊啊，咁老母亦咁凄凉，一路要我要发奋，咁我亦的确啊，俾啲有钱嘅亲戚藐视到，撞到我喺街都晕路行，故此我咧就觉得好发奋，故此我而家咧亦趁呢个机会再一次叫啲年轻嘅人士。要咧，真系发奋！我唔信你哋冇机会嘅，上帝系好公平嘅，只要你勤力发奋，总有个机会轮到你。咁轮到个机会到嘅时候咧，你要识得把握。佢遇到困难之后，好识得把握机会，去到澳门成为佢人生嘅转捩点。咁啊，去咗澳门咧。澳門咧對我咧真係算認真好啊！即係袋住十蚊喺袋，咁啊一路喺澳門工作，試到今日有多少成就？佢到咗澳門，先喺貿易公司工作，因為表現出色，好快成為老闆嘅得力助手，更加獲分得100万嘅花紅。佢就利用呢一個第一桶金，獨立創辦咗澳門火水煤油公司，做燃料生意。之后佢翻嚟香港发展，同人合资创办利安建筑公司，因为佢相信香港地少人多，从事地产投资前景无限。50年代中期，佢已经成为香港有名嘅富豪。1961年，何鸿燊嘅事业继续扶摇直上，佢同霍英东、叶汉、叶德礼等人创办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，即系澳娱，更投得澳门嘅博彩专利权，建成葡京大酒店。更加自此开始在澳门垄断式经营赌场，外人见到他风光，但他说这一切得来并不容易。1961年那时候竞投这个赌博专利，当时的报道就很紧张，因为那些旧人始终不肯放手，即是哪有那么简单啊，我哋喺葡萄牙有咁大勢力，喺澳門有咁大勢力，咁簡單咁就放手俾你韓新，唉，冇得傾。甚至威脅到佢嘅生命，但係佢仍然堅持。當時咧係威脅到好緊要。喂，你因住喎，你如果一定堅持要開嘅咧，你買定棺材得啦，我唔緊要啊。威胁到好紧要，咁我当时咧，我话放心啦，我话第二个讲我听，我会考虑。你讲嘅唔好客气啊，我话吓我唔到噶啦。我话我呢次咧，全港澳啲报道都卖晒出嚟啦，
咁我哋亦都要顧面嘅，冇法子唔開啊，一定要開。咁啊，都咧真係啊，開咗啊，三年後啊，啲人嘅起手敢嚟，我啲雞尾酒。佢一生人都唔服輸，呢一種性格亦都令佢一次又一次轉危為機。我係一個生意人，我咧真係啊，唔係好相信失敗嘅，即係我啊。而家幾廿歲啦，亦都撈咗幾十年啦。咁我覺得咧，喺生意嗰方面啊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冇乜理由啊咁容易失敗嘅。故此我一路咧都呼籲啊，後生我一輩嘅人士，我話唔好接受個 answer no 咁易。我一生人咧唔聽個 no 字嘅。一定要搞到 yes 為止，咁我話呢點咧係好重要嘅。原來人稱賭王嘅佢自己並唔中意賭博，雖然佢係靠呢個揾食，但佢眼見好多人沉迷賭博，亦都奉勸大家少賭怡情。我一生人啊，我對賭博咧就冇咩興趣嘅，至到今日為止，真係打麻雀我都係，你哋玩啦，我都好少打嘅。咁啊。但是賭博啊，就冇得冇無可否認啊，係好吸引的。即係我一向都勸人哋啊，喂，賭博啊，當係一種玩耍啊娛樂，但係千祈唔好咧過分賭，因為你咧過分賭咧未必有得贏嘅，因為我係抽水嘅，但係啲人唔聽嘅。我要赢新歌。长达四十年的垄断令到何鸿燊累积不少的财富，有这么多困难，现在卒之都可以达到我多少成就，又可以一兑现我的承诺。何鸿燊曾经承诺过，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要为社会尽一分力，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。他是出名的公益慈善家，由2001年起，他开始贺礼捐公益，将自己生日所收到的贺礼捐给有需要的人。除了公益慈善之外，他亦都参与城市的建设，在澳门他积极参加多项的基建。我们在基建那方面，港澳码头又是我们起的，这个机场娱乐公司差不多占40%，其他的大基建例如文化中心起了10亿元，我们娱乐公司占一半。他的付出亦都为他赢得不少的荣誉，澳葡政府就曾经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道路，对他的贡献表示认同。咁啊，即系代表认为何鸿燊咧都是对澳门有相当建設，有相當貢獻，佢是俾條咁嘅馬。而成就何鸿燊傳奇嘅一生，佢話運氣嘅成分佔咗好少，亦都勉勵時下年青人努力至上，唔好心存僥幸。一命二運三風水，五積陰德就四積陰德就五讀書，係五讀書就真嘅啫。咁故應我認為咧。第一，你想成功咧，要读多啲书；第二，要好勤力；第三，你要肯牺牲，唔可以话朝九晚五嘅。如果要需要嘅时间咧，你就朝九晚九都要噶啦，冇办法噶。所以我对成功嘅睇法咧，就唔同普通人嗰啲，唉，好运啦，何鸿燊。不是运的，你信我啦，哪有那么多运啊。